今天是我们讲演会的第二天，听说刚才诸位看过新加坡101岁年轻人的录像带，看完之后我想对我们的修学一定会有很大的鼓励。古德常说啊，他们能做到，我们也必定可以做到。只要将我们自己做不到的这些因素把它改正过来，我们也能像诸佛菩萨一样。我们将话题转回来，昨天讲到这个世间的灾难，这是全世界的人都很清楚很明了，天灾人祸的频率不断的在增加，每一次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，使我们忧心忡忡。而灾难的根源我们一定要找到。昨天跟同学们谈到宇宙众生世界与我们关系之密切，没有办法分隔，只是六道凡夫不明了事实真相而已。事实真相一定要有人来教导我们，